的，我们门口都有人。别去，过去，听到没有？走开，进你笼子头，听到没有？不要在这儿打扰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他问我到哪儿去，我说我到法庭去，我的朋友他这儿要被宣判了，我去嘛接受法治教育嘛，他说希望你配合一下，你就别去了，就是我们一起交流，我就随着他们过去，就到了派出所，对，当然又问到我些对共产党满不满，我说我不满，我作为执政党他们对民众该做的没做到，所以我对他们不满。当然是不满意的，肯定不满意的一些事情。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实在没进去，心头也很反感。我是活这个研究会的呀。我们还用四个协会的名义，我们是希望保护一个科学家的那个正义。大家都不写到自己呢，他是绿色江河的副秘书长，其实这个谭主任还是我们的专家顾问。所以我们还跟科协当时谈，我们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中国的公正审判嘛。第一个，连庆都不让旁听；第二次还跟北京去商量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，我希望你们奉命而行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别太认真了，给真相留一点空隙。我还不说空间，就给真相留一点空隙。结果你的贴还是被删得很快，删得可见，早上一口气十几分钟删了我六个贴，收获了几十条删帖。都是跟谭主任案有关的，都是这个事情，都跟这个事情有关。他们确实很尽责，就是。您去到那儿，你也不害怕？您去到法庭外面？我第一次去那个，第一次和我们秘书长几个，他们一看那么多警察，当然也还是很紧张的，说怎么这个事情。后来听谁说，那个年轻人跟我说，他问周围的居民他说今天要搞一个审判一个黑帮头子，所以他们全程戒备。其实包括谭的本人，离这个离黑帮还根本谈差不少。真的，清华你进不去啊，清华，不让你进啊。不让我进。哎，为什么？他没有说不让我进，他的意思，你有没有旁听证？没有旁听证就不能进。我说旁听证在哪里办啊？不知道。孩子也不让进。三个字。我说我是家属。哎，家属应该进啊，哪里有家属不能进？反正不知道。不行，我要去要求一下，我要进去。哦，就是要要求，你应该进去，那样说他就应该把你。我一点，我去那儿。对吧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，有期徒刑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而且呢，这个把地震所有的事情全拿开了，只指控他关于64的那个文章和在网站的发表，别的没有。啊，我们已经出来了，5分钟，哎，5、6分钟，不到10分钟了，应该。里面就一个熟人，就是那个检察官，其他人我都不认识。你跟着我，你跟着我。
别。不是你是干什么的？我要拆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正凯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不是你告诉我你干什么的？你为什么可以看人，然后连带着待会儿都可以呢？你等我们收拾，别这样去，我们先过。等等，告诉大家，我们马上收拾到那边去，然后先别推行吗？一推的话容易出问题。好不好？你们往后挪一挪，收拾东西，然后那边走一走，往前走。你手拿开，尽量尊重一下女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稍微的等一下，我们收拾东西往那边去，好吗？别推，千万别推，好吗？我觉得既然已经把情都判了，何必呢？是吧？让大家在这聊一会儿天，差不了天吧。我们往前那边走一点，你们别推，我们现在往那边走。大大，咱们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那可以吧？啊，来，那个，咱们排到那儿去吧。大师，在这儿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好，问问他们，在这儿可以吧？这又是人事难。他说什么？那是前面那个把这车位让出来。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到前面离他们远一点。我是十二口子家过来的，我家十二口子。你路是不对，那我们那个找个宽敞一点的好。包台好，给我买俩灯。好嘞，给这个银行做一做广告。哦，你看吧，你倒的，俺娃一个忙工作，着急死。对，咱们再忙到里边来，行吗？忙到里边来。他需要坐牢，他需要坐牢，五年有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。根本就没有罪，我一再声明，就是说他只要判他一天，我们就上诉。哎，他在法庭上就而且把地震的问题都抽掉了，没有了。可能有将近100人吧，他就是赶我们走的警察有那么多，然后对面还站很多，可能各个路口都站，因为我们随便在哪个地方停留都不准。然后他当庭表示就是要求坚决上诉。另外呢，就是最后在法警把他代理的时候呢，他就提高了声音说，为家乡人民坐牢是我的光荣。他实际上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，是一个认识问题。只不过就是别的人或者是这个法官刘涵的认识提高了，经过六四这么些年，谭作人的认识还没有提高，那没有提高这个认识就有罪吗？而且法官从来自始至终不看我，搞得我很失落。